最近为着做柯南，抓到艾伦的枕头，害我拢无困好。马德里，把下晡的会议拢 cancel， 我要去百货公司买化妆品。好佳哉，我有超前部署，大姐体力真好啊！你这么有心，应该袂用公司的医生来表示咪吼？副总，心意无价啦。而且十一月是上适合出手囤货的时阵，搁再讲照顾你的身心灵健康是我忠犬你你的礼物。你即摆日理万机，一直爱好好维持家己的状态，保持年轻有活力，才会当一直做你家己爱做的代志。嘛是吼，我甲冠杰这么久无见面啊，一定爱重新用我的美貌。伊的心俩调调，这来的有 B1、B6， 思绪清晰好灵光，添加维生素 C 烹饪苹果光，阿高五铁会当帮助正常红血球形成，打造好气色。你是胜败门面，一定爱保持闪闪动人。听起来袂歹，嘛替阮妈阿高有我未来的大家一人准备一份。咱查某人不管是几岁，拢爱好好照顾家己。安尼，不管是同学会，还是讲甲朋友聚餐，拢唔惊会输好人。所以我嘛有替我家己穿一份健康美丽礼物，安尼金丝纹甲真是好哦，再陪我陪家神魂颠倒，真正有恋爱中的好气色呢。你较过来，我看较详细。皮肤弹性阁真正袂歹呢，一早我就收起来啊。人客名单你拢确定啊吼？我拢传予金思文啊。你是安怎啦？我无看过一个形容的名遮尔臭。艾伦问我送客礼后要经多几次，开工的，我实在足不想要回伊。我看，即束湖水绿的袂歹啊，拄啊好会当配你白色的西装。可惜，白马王子娶的不是公主，是巫婆。我过几工都要婚礼啊。当初还袂找到艾伦害我的贱狗，啊！看来我甲高艾伦是命中注定，我娶你。周安迪，抬头挺胸，把你的气势退出来。无到最后，袂当放弃。你若是真正要做落跑新郎，我就是你的南瓜马车，我开车载你。南瓜马车不是灰姑娘的车。我细个遮尼大汉，就感觉到原来有一个姐姐遮尼好。若是真正找无艾伦，他害我的贱骨，我希望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啊。你拢已经知影高艾伦是啥物款的人，阁要娶伊？家族联姻关系到两家的面子，感谢代志太济啊啦。若是当找到伊害我的证据，会当还我自由。也毋过，我真正足对不起爸妈的，我嘛无想要恁阁为我的代志安尼操烦。啊，你家己毋是讲，你因为我，你的皱纹甲白头毛拢走出来。我知影你有设停损点，啊，毋过你袂当让我的美貌白白牺牲啊！我一定爱伫咧婚礼进前。把高艾伦做歹代志的证据拢找出来。阿尼副总，你替我摕一张名纸，恁个家底啊是真正让人足感动的。妈妈需要一张名纸，阮姐姐最近真正足感心的。周安迪，卖假哦。你看出来了，
情变冷啊，找时间来我家，咱来常会讲。啊，有啦，我有更新过啦。委员的社群媒体完全无新的po文，嘛无发现动，唔知伊即摆心情安怎？我是不是应该先甲伊回信咧？喂，我是。网页上让我谈条三雄三寸球，你也当找看卖。那是买五千，就当免运。虽然是二手的，啊，不过我保养较足好，嘛洗较足清气的。你若是有任何的问题，再跟我联络。多谢。妈，你买物件？是啊，回馆想买的衫，平常时也穿袂着，以后可能也无需要。我全部拢摕去网络上买啊。无需要？你的意思是你要离开回馆啊？对。刚才是嘞。啊，不过我爱找人来接手，阁需要一段时间，爱偷偷仔来。姐姐，你已经开始动作啊！妈，你放心，以后你还阁有这个后生，会当饲你一世啊！我就袂靠你饲的，哪人手短，你无听过？你还要看你的面食过日子，我就袂。我家己有欠钱，离开百灵会馆了后，我想要做一挂小生意，过我想要过的生活。哦，你讲到，还是感觉我做不好的嘞。伊早晚有家己的家庭，我无希望造成你的负担。妈，当初若不是因为我，你嘛不去做公关小姐，所以以后，我好好报答你。你今日食什么糖啊？嘴这么甜，有蛋软的了。确实有进步。阿伟冤家？无啊。无。你拄只心内你无伫遮，卡袂着着，你看手机啊？伟冤无传讯息来，你失望的表情这么明显。你廖准讲你妈无谈过恋爱，无少年过哦。嘛无算是冤家啦，当然是小可意见袂合。我甲伊对开车观念，还佫有爱情的期待，敢若无啥共呢？这是一定啊，所以才需要磨合。啊，不过我上无欢喜就是，我甲伊讲我无交过女朋友，伊竟然唔相信呢。你无交过女朋友？妈，那连你嘛是这款反应啊？我廖总讲你有偷偷交过，我也知影尔。想袂到我的后生竟然是母胎单身，这一点拢无好笑。好啦，我认真跟你讲，单恋爱不是你办案，你即马两人的世界不是干那乌甲白，还佮有绝对袂当计告诉你啊。你即马想要紧的，是赶紧想好你的台词，去甲文英回信嘞。啊，是安怎啊？我先回信嘞啊。最近珍妮甲安迪在无闲啥物？我看因做伙拢安尼稀稀疏疏，感情愈来愈浮。对啊，最近拢无听到因冤家，厝里哦，他们就安静嘞。珍妮虽然时阵常常讲咱拢无甲生一个哥哥，当保护伊。唔知伊即摆是毋是希望会当有一个哥哥？今年个性遮尔啊强势，假使讲加一个哥哥来保护伊、疼惜伊，伊哦一定会搁较傲慢。趁着即摆真好啊，也当尽一个做姐姐的责任，来好好照顾伊。我感觉伊家底下最近真正大汉啦，愈来愈捌代志。所以，咱就是一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。安尼都叫幸福对吧？妈，其实了也阁少年，假使拄着适合的对象，你得好好把握。你千万唔通因为我哦，去耽误家己的姻缘。对象，卖看有缘无？
强，你陪我去买一罐物件好不好？好啊，行。心爱，我刚刚看到一个老朋友，我给你敲一通电话。好啊。那不叫电话，相卡。一个老朋友啦，想讲照顾不联络啦。喂，你当时是接电话啊？我拄仔刚才看到你甲你迄个无闲的在散步。你想要什么代志？时间算上来，你嘛差不多应该甲行李款款的。若无到时阵想赶，你敢若让人赶出去同款？你还阁有什么代志？无啊，这麻烦你替我甲你迄个无闲的问好，多谢。第五，你老朋友是啥物人？伊是甲你讲啥物？我看你讲电话时阵，敢若真紧张。唔是因为迄老朋友啦，是我拄只突然感觉头壳晕。头壳晕，来袂用的啦，我带你去边检查一下。新桥，听我的，行行。